欢迎观看 WU Inspire 2飞行器固件升级视频。WU Inspire 2的飞行器固件升级由移动端和 PC 电脑端两种升级方法。通过移动端 DJI GO 4进行固件升级。当您的飞行器当前固件与最新固件不一致，在连接移动设备后 ，DJI GO 4会提示进行固件升级，用数据线将移动设备与飞行器连接，同时请将 USB 接口切换开关拨至上方，开启 DJI GO 4，点击立即更新，下载完成后固件开始升级，飞行器会发出提示音，并于 APP 显示升级进度条，该提示音可关闭，升级完成后飞行器会自动重启。通过 PC 电脑端 Assistant 2进行固件升级，开启飞行器电源，将 USB 接口切换开关拨至下方，使用双 A 口 USB 线连接飞行器与电脑，打开 Assistant 2调参软件，登录 DJI 账户，点击 Inspire 2图标，点击固件升级，进入升级界面，等待刷新固件列表，列表内包含固件版本号、固件发布日期、固件类型、操作选项及更新日志等，选择您所要升级的固件版本号进行对应操作，等待固件下载完毕后自动升级。升级完成后，飞行器会自动重启。注意事项：一、建议飞行器电池在满电状态，升级前请取下飞行器桨叶。二、固件下载时请确保网络畅通。三、如有多组电池云台相机需要升级，请安装至飞行器进行升级，且无需将移动设备或电脑连接至飞行器。如固件升级失败，请再次尝试固件升级，如多次尝试仍不成功，请联系 DJI 技术支持。感谢您的观看。